在器官捐赠部分没有所谓的年龄的限制，虽然我们讲说28岁到70岁左右是一个年龄上比较适当的一个情况，但是没有所谓的上限，有些80岁的他像他的功能可能就是60岁的一样，或者是甚至于更好。邀请受赠者来到现场，因为有捐赠者的大爱才能够让他活了下来，而现在他也签下了器官捐赠卡，希望能够将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。